前日最后一天考试，虽然好像很久以前就考完试的感觉，因为今天只考18线的选择题，然后感觉上来就直接出10题，然后我就只背了差不多30题的选择题就来考试。感觉现在学校都没有人了，全部人都考完试了，考完了感觉5分钟就做完了，因为他出一模一样的题目，可是又不可以早走，所以就要坐在里面等1个小时，然后又饿又不可以出来。看我可怜的鞋子，结果今天好像有点太晒了，下次应该在傍晚的时候才来玩。到家了，看突然就超级累，然后才考完试，然后可是明天就要开始做工，超倒霉了，洗衣到一半，然后洗衣机就坏了。